是谁？是阿西人。对，我的手机回来了。刚刚掉在哪里？在我的计程车上面。你有没有给人家就是答谢金？有，我给他200块，他从南港回来。好。我真的是太愚蠢了，因为我今天为了帮我家的大人买那个牛肉牛舌，然后我真的太兴奋下车了。为什么要把责任放在我身上？因为就是为了他，就是很紧急想赶快。本来我是要坐捷运的，但是因为我怕那个牛舌放太久，我就赶快叫计程车回来。你没？我真的很紧张，我怕我怕我就怕被骂。不是手机有问题，是我怕我如果牛肉没有给我家的大人吃到好吃的牛肉，他就会生气。你不要再演戏好吗？没有这回事，我没有那么可怕，而且我没有很赶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已经吃完了一盘虾子了，好吗？这弄把家里弄的都是。很超臭的鼻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家一进来就尿骚味，我以为我家的大人要死紧，我还会很紧张。没事，你不要乱演，你很烦的。对不起，还好我的手机回来舍不得洗洁精。我感觉，我觉得世界上。就是好人有好报，因为我是一个好人，虽然是我在家里被打。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你不要再演了，你真的很烦，搞得我手好抖。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廖威廉。谁卡我？我演技真好。好烂哦！